阿姐伊伫现在问大家平安，咱只瓜子有听到飞机搭落来的消息，唔知伊大家有捌的人未？都去飞机来。我家己人虽然唔捌伊人，但是当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，我心内还是起着许毋忘，起着许消息的。特别是当我收到伊人一单，许侪人爱当困店，就是爱饿伊人的家人。可能伊人也是好久无看到伊人个囡仔哦，加食两点钟就会伤哦。但是，就倒啊很好，倒个时间来，伊人就离开了。不记得个人有解是老人家，有解是细囡仔，有解是细妈妈。我好侪人是食个囡仔个，伊人种物也是无相交，而阿系离开了，人种物也是无相交。阿嘿是会发射到伊人个心上，阿只伊伫遐真话，阿嘿是提前人，人其实唔知人个人世是良师会结束，人也是唔知人个人世将会结束，所以人爱好好来使用上帝本人个时间。有一则经文就是到诗篇九十篇十二节，要不要回答？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那一日子就是上帝本来的机会，如果跟每家人还要避开那的目睭，这就是达到上帝伊还本来一个机会。如果跟阿妈咱还要走到咱的房间去屋，咱也相信上帝今日本人一个机会。这个机会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的，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的。这个机会有一日会结束，咱不知道什么会结束，但是有一日它会结束。所以咱要好好来使用上帝本来的时间，上帝本人的机会。咱要准备好好来用这个机会呢？第一就是咱要好好来认识上帝。咱来小聚会，咱相信主有足久呢？是毋是这许久咱好认识上帝呢？是毋是咱也是跟爱主呢？咱要好好来认识上帝，使讲咱每一日都要依靠伊。虽然咱可能会面对唔好的坎坷，但是咱相信上帝伊是甲咱同道的，伊本人力量、本人智慧来面对所有的坎坷。咱爱好好来使用主本人的机会来明白上帝的心，来明白上帝伊爱咱做怎物的人，是毋是做咱的生活之当？有咩工课爱改变的，有咩工课咱爱学习的，使到别人推着咱的人生，推着咱的生活的时候，伊能知咱是相信主的人，伊能知咱是上帝的子女，使到咱的人生要荣耀上帝的名。对之，就是咱爱好好来使用上帝本来的时间，本来的机会。来去爱别人，特别就是咱的家人，因为咱唔知今日有咩工课会发生，因为咱唔知咱到点时要甲伊人做一下，所以咱爱好好来使用上帝本来的机会，上帝本来的时间来爱主，来爱别人，好好来用这个机会，因为这个机会如果过去哦，伊就唔晓倒转来哦。时间如果伊过去哦，伊就是唔晓倒转来哦。好好来用咱的时间，用咱的机会，上帝祝福大家。这世界虽